建武，自1946年在日本创立以来，凭其创新的科技、新颖的产品设计以及前瞻的市场策略，在音响及通讯设备方面始终领导世界潮流。子公司已遍布全球120多个城市。今天，建武在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城市上海焕发着勃勃生机。上海建武电子有限公司坐落于上海市松江工业园区，是日本株式会社建武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。作为建武集团重要的海外生产加工中心之一，成立于1994年，占地面积40756平方米，建筑面积22558平方米，总投资额达到2980万美金。作为生产汽车和家用音响相关产品及重要组件的龙头企业，上海建武拥有7条自动贴装生产线和世界领先的 U 型总装生产线体。其中印刷电路板首插生产线和总装生产线各6条。近年来，在集团强大的设计和技术团队的支持下，上海建武逐步设置了6条机芯组装线和3条 OPU 生产线，同步于世界激光头技术的飞跃发展。上海建武的实力超越想象，在这里您可以找到您所梦想的一切车载影音娱乐设备和 GPS 导航系统，从车载 CD、DVD、功放设备、通信器材、导航设备，到享誉世界的家用音响设备，我们的产品一应俱全。依托建武集团60余年在业界的丰厚积累，上海建武不仅赢得了 ISO 9001、ISO 14001、TS 16949等一系列国际认证的肯定，而且将产品质量与最先进的机芯和激光头生产技术研发成功整合。今天，我们的产品销往全球各地，其性能和品质处于世界领先地位。与此同时，作为全球各大知名汽车的机芯主要供应商，上海建武与诸多世界一流企业精诚合作，我们所提供的优质尖端产品为您提供了完美的生活享受。我们恪守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，在北京和上海，上海建武设立了售后服务办事处，在全国其他省市我们拥有30家服务中心，由点及面，竭尽全力为您提供最为优质的售后保障。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促使我们不断进步，作为经营方针之一，上海建武将积极推进节约能源、避免产生有害物质、利用再生资源等环境对策，与您共同呵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。今天的成功预示着未来的辉煌，上海建武将日本品质与中国成本完美结合，不仅成为 OEM 主干工厂中的佼佼者，一个充满活力的同业领跑者，也是所有顾客和员工可以信赖一生的骄傲。上海建武，倾听创未来。